大家好，我是轮子教练。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我们订了一个月，前几天终于到货的发光轮。它这个是 Numinous 的发光轮，从外观上来看，它就已经很漂亮了，有别于一般的发光轮。这一款 Numinous 的发光轮颜色非常的多，我们订的这一款是黑珍珠 Black Pearl，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实机测试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再来就是 PowerSide 的 LED 轮，它的发光方式跟刚才的有点不一样，它这个是用一颗小小颗的 LED 灯，然后这个需要 Y 节点，然后也要手动的去按开关，然后我们放在上面以后，像这样，它就可以边溜边发光了。